又开撕。具惠善报安宰贤外遇，安宰贤否认自己有外遇。前段时间具惠善安宰贤的离婚事件可是在网络上传的沸沸扬扬，而近日具惠善和安宰贤的离婚纠纷也是愈演愈烈。之前具惠善的律师称具惠善还是不想离婚，但是在今日就突然爆出具惠善爆料安宰贤是有外遇的。但是这件事情并没有实锤，而且还牵连了韩国的一位女演员吴连旭。而吴连旭在知道这条消息之后就直接发出了声明，称这则绯闻是虚假事件，而且吴连旭认为谣言已经侵犯了自己的名誉权，所以要通过法律的手段追究具惠善的责任。具惠善报安宰贤外遇，安宰贤否认自己有外遇。